是不是一生的伤口，痛过才懂得坚强的理由？听你说当年的乡愁，逐渐年迈的手有点颤抖。看见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一个眼神我就懂你，一个眼神我就懂你，想你守护我守护你，爱在心里，多希望时间都暂停，我好想好好的爱你，我好想好好的爱你，想更早的开始陪你，比你更早一个才醒了，我也无相信，我嘛无相信。啊，伫个高雄每一个人拢完成目标啊，啊，即摆上重要是顺利毕业。你搁咧烦恼，老师无你毕业哦。嘛是啦，老师一直对你真无客气。袂啦，伊刚是特别的状况啊，而且最后你的成绩嘛有到位啊，啊中山受遐嘛有甲你算礼啊，老师应该无可能无互你毕业啦。啊，不过我也是无啥放心，卖烦恼啦。起立。敬礼，老师好。坐下。各位同学，大家辛苦了。在实习的这两个月，我看到大家很认真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相信你们一定都累坏了。未来你们走出校门，成为正式的助产士，会更累，但是每一次的接生，你们都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因为每一个生命都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这就是你们面临的挑战。我希望你们可以认真的对待每一次的接生，千万不可以出差错，这样才可以对得起我要发给你们的毕业证书。我相信你们是我教出来最优秀的学生。李凤君，叶明珠，
这我是一位真真正正的助产士，我知影，这条路你行到比任何人拢辛苦，啊，不过你行到位啊，而且这份成功，敢若属于你的哦。多谢先生，若是无先生，我绝对无法度行到今嘛。各位下子啦，这张证书有一半是先生的支持，一半是米下子的帮助。哎呦，三百啦！叫你欢喜的代志，他拢在搞啦。开始，你的责任甲过去是无同款啊！我知影，过去吼，有先生做我的靠山，我若是啥物事较差，我嘛救兵。啊，不过即摆我靠我家己，每一个接生的细节，我拢爱足认真的。虽然讲你独立啊，啊，不过若拄着啥问题，我还是会当和你外靠。就是啊，啊，搁我这头牌做手哦。会当第二名毕业哦，我嘛唔敢相信啊！啊，老师提毕业证书给我的时阵，我感觉伊的面色甲较早无啥同款，敢那是真心替我欢喜哦。哎呦，迄个庄三无替你背书，迄个老师才唔敢继续欺负你咧。唔是安尼啦，先生，敢是你甲老师讲啥？真是的，这么侪年来。好你辛苦啊！啊，不过就是因为阮卡上的不幸，予我自细汉就立志爱做一个助产先生，避免这种悲剧搁再发生。多谢你。所以人甲人之间的误会哦，真正需要时间，搁有机会去化解。无怪哦，伊伫对民主拢有偏见啊，迄受空受胖哦，就是想要修理伊啊。是我判断错误在先，迄当阵伊只不过一个囡仔，咱每一遍去产房，当阿离鬼门关靠一两眼关，若一个失神，还是讲判断错误，拢有可能造成一世人判断弥补遗憾。对咱来讲，可能是几百遍内面一个生活，啊，不过若对囡仔、产妇、甚至出来底的人，可
连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哩。即摆想起来，这三年来哦，老师大家看到我，一直想着因卡桑，拢是我先过强哦，才让你替我排这个罪。先生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未来哦，我一定会记先生教我技术甲经验，认真去做。明珠总算是个名号，今日透早就要开店啊！好彩头回去啦。嗯。试试通过又搁安怎？你摕到这证是了不起哦！刚年刚岁，伊起步都已经输我啦。我有闲才偷你。是甲啥物人讲话，讲到安尼气噗噗啦，哈，才无欢喜。我哪有咧无欢喜啦？我是甲阿兰无聊咧开讲啦。啊，工年工岁，讲的是明珠呀？明珠摕到这招啊？卡上，恁哪会偷听我讲电话啦？嘿，啊，你家己讲电话，搁较这大声，搁惊人听。如今的开始。明珠就是正式的祖三叔啊！啊，明珠摕到这招，你是咧无欢喜啥物啊？明珠嘛是无简单呢，你看伊安尼，哪读册啦，哪做事，啊，甲因小弟啊，请到遮大汉。辛辛苦苦吼，真无简单才行到这步。卡萨，你是想到倒位去啊？啊，我讲一句，你想几篇哦？明珠毕业，我是比谁拢搁较欢喜呢。我拄则听到消息咯，搁跳起来呢。我拄则是伫咧骂迄个中山部的外祖孙啊，啊，就是明珠同班迄黄军啊。哎，伊害明珠差一点仔都无法度毕业呢。哪有这种人啊！给我气死啊！这同窗吼，同行之间，你要互相比较，还是难免的啦。就亲像我甲小钟啊，你讲自少年到今嘛吼，阮两个心内唔捌比较，无拼输赢，你是骗人。那呢，照卡上看来。像输像赢，有时输有时赢。阮两个吼，就是安尼，互相比较求进步，啊，把阮的砍棒安尼甲踩起来。我相信我甲明珠哦，以后一定卖甲卡上恁同款，互相比较求进步。卡上对你的能力有信心。啊！你嘛爱对家己较有自信嘞，哈！我一直拢真有自信啊。喂，客家左三叔你好。啊，要来生啊？哎，你准备啊？哈。嘿，好，你讲。好，无问题哦。好。枕头内底，即摆拢已经随身扎咧啊！我逐工念，连壶仔水拢啉吗？哪拢无效啊？敢讲，还是无法度改变命运咯？少年哦，还是会晓无啦？哈，唔免紧张啦。啊，明珠你也毋是讲无熟悉啊，而且伊即马是合格三宝呢。
啊，明珠对啊这尼啊久啊，真是笑。哎呦，啊，就你是你，啊，伊是伊，我都袂放心啦。啊，安尼哦，安尼到底是安尼？你放心啦，就算讲吼，明珠你无信任，啊，我讲的话你敢无相信？啊，都啊，哎，水仔哦。哇，水仔啦！哎，水仔啦！哎，水仔啦！哎，啊，是查某啊，查甫呀？是查甫呀，阿妈恭喜你呢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多谢，你要多谢。对呀，多谢阿妈。今仔真好食哦，恭喜你！明珠啊，久无看你接生哦，真正见有够稳嘞，我拢要缀明珠看。明天休困啦，叫我来整理就好。唔免啦，叫我来啦。好啦，等下哦，再做来整理。较早倒来啊？嗯。今日较早吼。来啊。啊，来，你来的。哦。你的明信片，唉，真正不是为多的了啦。你看，伊画这条椅啊，画甲歪哥起喘，我有寄别工的菜给伊，即马可能是开始做别工啊。啊是讲，这条椅啊画甲安尼，若真正做出来。敢袂当坐人？嘿，你乃遮尼关心建德哈，啊收到伊的明信片，真欢喜哦。当然啦，啊，知影伊的人平安健康，哪有啥物好通无欢喜啊？啊，明珠摕到毕业证书啊，你敢知？啊，即嘛知影啊。卡桑，这哪有啥物好通大惊小怪的啦？伊明珠的能力，伊即马阁遮尔拍拼，这是正常的啊。是讲，小庄进前为着建立个代志吼，真操烦，身体拢拍歹啊。啊，有明珠伫遐斗三工分担，会较轻松啦。卡桑，啊，这毋是一件欢喜代志嘛？你靠你吐大亏啊，面悠悠啊。对小庄来讲是好代志，无唔对啊。啊，不过明珠嘛是爱有家己的人生的打算啊。啊，无安尼一直等，是要等到当时啦。哈？哈？啊，你对明珠的未来拢无打算哦？卡桑，我连对家己的未来拢也未想完全呢，是要对明珠的未来什么想法啦？而且伊的个性。一定有家己的暗算的呀。见到的代志，即拄啊过尔，你嘛予伊，予阮大家一寡时间，小静一下，小想一下。好啦，若要别个代志，我要先去哩啊。这戆囡仔，哪会拢无打算啊？卡啥？你咧甲阿兄讲啥？对啊，卡桑，我来讲哦，阿兄最近哦足奇怪哦。帮你飞，帮风吹，帮你飞去无后悔。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我只想深深拥抱你。可人生我就等你。这戆囡仔。哪会拢无打算啊？卡啥？你咧甲阿兄讲啥？对啊，卡啥？我来讲哦，阿兄最近哦足奇怪哦，伊下班了后拢闭伫房间内底，唔知咧闭啥梦呢？而且阁舞甲足暗的。啊，你要无甲问？我著听着迄咔咔咔的怪声，我著要甲问啊！伊拢无爱互我看呢，真正足神秘的。Thank you.
先生，会用吃饭啊？明珠呢？伊要你洗三包哦。嗯，先生，你先吃啦，我来倒三缸。是明珠头一辈人，伊做山水的身份才生。啊，我的工课吼，就坐伫遐啉茶，啊，搁家属开讲，过偌轻松嘞。先生，啊，你辛苦遮尼久，这几年来吼，你操心的代志遮尼多，起码会当好好休困。就是啊，我嘛欢喜看先生较轻松嘞，啊，就好两个少年吼，替先生拍拼就好啊啦。你好意吼，我拢了解。啊！不过我要保掉这间厝，是爱搁打拼几啊年嘞。今摆咱有两个做善事，啊，若是来遮细人无够侪，我会当去增加遮些啊。这路途远哦，无要紧啦。我相信哦，只要明珠遮些消息若传出去吼，来遮些善户一定就侪啦。哼，这我来负责。我明日透早就来去菜市啊，奉上咱明珠做善事，正式接事啊！哇哦，要全地山的，唔对，哇哦，要全高雄市的人都知影，咱明珠今晚是做善事啊！明珠，明珠，又果是迄个青鸭掌啊，我伫内面食饭啦。啊！陈姐，恁都好在食饭哦。哦，人咧食饭，你话讲恁大细声。林老，坐来做伙食。免啦免啦，恁大家食啦，我去外口等就好啦。哎呦，那要紧啦，坐来啦。安尼，我就无客气啊。哦，你哦，搁真熬经时间呢，是知影哦，阮明珠生做合格做山鼠，要偷糖仔食呀。生做山鼠嘛有糖仔通食哦，啊糖仔无摕来。你大大等啦，哈。明珠先做早餐书吼，我就真欢喜啊！啊你嘞，你当时要升？升？我升较紧啦！你不能开车的啦，老张！你若要升哦，会记甲我通知啦！你手上去倒位去啊？啊！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无啦，是着做兵的时阵无聊，海边啊捡的啦。啊，捡都捡，佮无佮遮尼油，你到底要创啥？你看遮个脸卡，已经无性命啦。啊，大家拢掠村讲吼，就是无价值、无意思的物件。啊，毋过其实，若阁小可整理你个，安尼嘛是足水个啊，敢若一件终身个艺品，你无感觉吗？对啊，啊你说要创啊？
啥啥呐？阮一个面在那凹嘟嘟。阿雅，你之前讲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就会有力量。啊，我哪想几波拢无效啊？你在想啥？你之前讲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就会有力量。啊，我哪想几波拢无效啊？你在想啥？啊对啊，明珠已经摕到这只啊，你拢无去用伊哦。阮一个人。祝福的方式拢无同款啦，我有家己的做法、甲想法，你免替我烦恼。蔡明宏，你要不要回答我的问题哦？阿雅，我问你哦，你一直咧想迄个你喜欢的人，想这么久啊，你拢袂想要放弃哦？没有，坦白讲，这世间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无可能啥物代志，拢是你一直想、一直想、一直想、一直想，无通达成的啊。那么至少，你能做到的，是莫放弃，因为你若真放弃啊，就啥物拢无啊。若是放弃啊，就啥物拢无啊。嗯。阿雅，多谢你。啊？无闲做你啊。我祈祷一定会有效果的，对，阿伯到最后的结果绝对袂当放弃。我蔡明宏袂这么简单就输弃我的人生。苦尽甘来啦！看你出头天吼，我真正就替你欢喜的啦！啊，以后总算数吼，一定会旺旺旺啦！除了先生的支持哦，我上感谢就是美霞姐。若不是美霞姐哦，把总算数所有的石头拢打落来，莫讲摕这只啦，我是不是会当顺利去读册，我拢不知影。哎呦，三八嘞，即摆讲啥物创啥啦？我讲的是真的啊！想要两个月实习，我真正是有够紧张啊！若毋是因为你暗时吼，把所有责任拢包落来，我才有机会当休喘啊！哎呦，我甲你斗三工哦，嘛是我家己拍算啊！啊，你啊吼，若是继续咱即间做三所，就毋敢甲我死头路啊！啊，你摕着执照，啊，我捧着铁饭碗，即个好啊！等下，你还啥物事情留在遮哦？嘿啊！你是讲真的哦？啊无嘞，你想啥物意见啊？我意思是吼，你，你这，你敢若无想要出嫁？出嫁？出嫁嘛是会使继续踮伫遮做代志啊。我米哈子吼，生做遮尼好相，遮尼古锥吼，想娶着伊吼，就是上好命啦。啊，有这种某做伙打拼，这做红事就
轻松一半。就是讲咩，人拢讲吼，阿母做伙拍拼，靠一个人靠命啦。真侪查某人吼，嫁人靠人家啦。啊，你结婚了后，佫想要做伙拍拼，实在真朴实啦。啊，天公伯吼，一定应你一个好红婿。天公伯啊，可能目睭拢看到别位去啊啦，拢无看到我。那是你家己无看到你偌好啦。先生，这翁仔某若感情好，啊共心，啊共同吃苦打拼，总有一天一定出头天啊。嗯，是。我先来等啦。回来啊！共心的人要等啊，别阿姊去送一下。啊，明珠，啊，你毕业摕到这只哦，还袂紧就知影啦吼。啊，就紧第二日到即马，你拢还袂写配合伊，你要趁即晚的时间写一张配合伊，让伊欢喜一下，好无？好啊，我知影。你要写歹予建立啊？你有听到啊？我感觉我无适合写歹予建立遐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建立遐拢已经甲文桥姐做伙啊。等到建德兄出来，伊就想要甲文桥姐有一个家庭，这才是建德兄想要得的结果啊。照伊的个性哦，一定会负起这个责任的。我阁会记得，我想要一届甲建德兄见面，也我甲伊放袂记，去过家己的人生，找一个爱我、愿意照顾我的人。哟，你安尼讲起来，我才收到嘞。啊，注意入去了吼，大摆写批转来，就毋通阁提起你呢。刚来问先生教我过了好毋好，无咪阁单独写批给你呢。原来是要放你自由哦。建德兄哦，真正是一个足大心的人，伊伫我心目中永远是迄个吼上疼我的大兄。啊，毋过先生心内还是对恁两个有期待。水哦，水哦，起来啊！几点啦？六点半啦。六点半，我胃头痛。哎呦喂！哎，怎么啦？哦，拢是你的嘴烂啦！规啊期的功课，临时变眠枪，安尼敢有法度消化啊？临阵磨枪，不亮也光。继续靠你的笔记，我就过关啊。嗯。爸，你好哦，这无可能安尼凊彩让你过关啦！唉，你哦，唔惊死党，我看哦，你后期哦，重修啦。你看咱后期，一礼拜进前就去修山，除了教课册哦，又搁甲教授做一挂白日实验的。我甲后期根本就袂比的嘛，啊，爸，你害伊根本就免他，嘛会当过关？唔来，哪有可能啦、啊？拜托的，唉。只不过吼，你去跳舞，你去约会，我拢咧读册。赶紧考试，
我好来去迎接热天的太阳。英杰，你有啥物计划？就把一挂代志定落来啦。哦，定落来。安怎？是甲你的女朋友？你莫问啦。OK， 阿丽咧，你讲要当华人啊？唉，这学校教授哦，是咧问我讲，敢要留伫学校做事业这个助手啦？也毋过哦，我搁咧想咧。较紧的啦，尽量预备一些计划久啊。好啦，啰嗦啦。最近常在跋倒，你是骨无饱，还是变过头啊？无啦，无代志啦，行啦，考试啦。妹妹，你先莫哭，豆豆讲，啊，敢是你阿母跋倒疼？是恁阿母叫你敲电话散步是无？要生啊！好，你乖乖豆豆讲，啊你是住伫个倒位？阿廖，是我住啊。中了你啦，我甲先生去过。好，你即摆哦先莫紧张，啊先转去你阿母的身躯边。啊你敢会晓喝烧水啊？啊你吼、替我准备几条清洁面巾，啊喝烧水的时阵啊较注意较细腻哦，我随过去。这个太太吼、是住伫个美容溪仔边，专门咧饲鸭啦，啊大家拢叫遐阿廖，忙叫伊阿不进啦。啊伊生过四胎啊，前两胎是家己生的哦，到第三胎吼淡薄仔出血，才叫先生过去的啦。啊甲先生去过两遍，所以安尼算起来吼，安尼是第五胎啊。安尼我知影。啊，三宝帮你穿好啊啦，迄、那个卫生环境较歹，我有加穿几分。多谢你呢。袂啦，即摆一个人吼，唔是当独立作业啊，拢唔免惊，互人讲是无食决心呢。无食决心，代志拢已经过啊，咱就莫阁想这啊啦，吼。唔是啊，美阿姊。我无食这些代志，洪军甲钟三伯敢那知影呢？哪有可能啊！啊，这件代志纯粹自己就处理好啊，连胖孙都无记录呢。我嘛是感觉有淡薄奇怪。敢会是敏洪啊？啊，除了咱三个，就敢那敏洪知影，而且会甲钟三伯迄个人佫熟识嘞。敏洪。袂啦，伊袂做出这种代志啦。真歹讲呢，无可能啦。啊，时间要袂晚，我先出门。来西里啊！好啦。OK， OK， 啊是安怎？人无爽快是哦？无啦，啊就头晕尔啦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奇怪，啊天气遮冷，手哪会遮冰啊？无代志啦。哎，啊你要转去啊？吼，对啦，转去休两天，再搁转来收物件。啊你咧？我，
我要跟实验室老师参详看卖当中的内容啦。啊，然后吼，看有时间等伊化验一撮啦，应该真紧就回来啊。乌鸡啊，陪你看一下医生好不好？哎呦，你莫大惊小怪啦，我都考试煞，足爱困的啦。爱困，等于宿舍困啦。我陪你等于宿舍，安尼我较放心啦，好不？好啦好啦好啦。哎呀，手真正足冰的呢，你有胃寒无？会啦。恭喜呢！人拢咧无闲，无时间去找你。啊，本来搁想讲哦，等英杰放假转来了，要做伙去替你庆祝呢。多谢你的好意啦！啊，大家拢这哩无闲，无一定爱庆祝啦。哪会当无庆祝？啊，你唔知影的人，搁就是讲哦，做菜做得真少，凊彩人都揢会着呢。啊，那边吼，啊，我上去无闲，明早再搁讲。我这是新学生哦，绝对哦，明仔日无这招落去就接生啊！这若传出去，是会拍歹我的名声呢。可咪是炳宏啊？啊，除了咱三个，就靠老炳宏知影。无可能，是炳宏咪这款人，我没有必须。看人是走去倒位啊？哦，搁去买机票硬件哦。顶个月哦，甲因订一块进口布，啊，早起电话来讲已经到啊。我是趁还袂接生的时阵才去摕的哦。嗯，我干嘛甲你计较这？我是烦恼你哦，安尼衫一领做过一领，啊又要搁接生，你安尼身体真正袂堪的，你知无？啊，都做出兴趣啊，袂感觉忝吗？这块布料身真好，色水嘛水。啊，这届要做啥物啊？做好我家己啊。我真唔信。看这块布的花色哦，这嘛是爱安尼有花有斑，穿起来才会好看。啊，做啥是兴趣啊，做啥拢同款嘛。对啊，卡桑，我拄才伫路口有拄到明珠哦。哦，明珠嘛，这早就出门哦。嗯。啊，敢有讲啥物？有啊，我就甲恭喜两句哦，伊就讲要赶紧接生啊啦。啊，安尼真好。即马明珠哦，就甲你同款啊，是一个有只脚，爱用独立接生的产婆哦。要等明珠考到只脚了后，因有约束，要拍算去做啥物代志。我有搁较重要代志要甲你讲，英啊，你敢唔当去做媒啊？感情清清，我就是今仔伊安尼妖狗哦，笑笑地瓜骨啊！迄三伯做无够，笑笑要做先生娘。你来哦，我们去台北。啊，你透早接个客运叫伊批，讲要跟我见面。阮哥姐，敢会是有啥物重要代志要甲细细讲？假情假意，请你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南甲淡孤孤，我的心苦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飞，风吹飞，今日飞走无人来陪，旧情深深，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。无后悔，我会饮酒一杯，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底找。
情哪会一去不回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